在干什么？兄长，家规三百年，走，到戒律堂领罪。忘记有错，请叔父闭嘴。每人五十下戒尺，以示惩戒。打。何人喧哗？兄长，不心疼自己，我都心疼。是羞耻。若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见谅。别闹，记得你的事。兄长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想你想得可厉害，你可想我？你出去，我们打过。似你这般听不得情话，以后可该怎么办？兄长，你若是喜欢，不必。兄长，你可有一刻安静？兄长，他去哪了？兄长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起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。